我是刚刚列车的那一百十年是 A 的。23号，瑞芳站哦，2044进站。7点整，出发就是2044，苏宁发车向北，向往花莲了。低压2800型九安变速箱进站。2044，把这种摆回去好了。第二2800，喜欢别人拍照，这种还是来接。